我在最难过的时候，今天、昨天就收到两个包裹。谢谢你们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，让我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。谢谢你们。太多感谢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说起。我会继续好好做导师，好好活着。谢谢你们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手帮帮我。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 very much. 谢谢你 in Australia.
new era.